我是公共管理社团的111年1月21号访寮站。16:39出发就是168次哦，以及3071B次。168间是红斑马，那个访寮发车经由秋干线纵南段开往彰化的 ENU1200型九辆编组的红斑马之桥，由 ENC1204、1203编组单杠跑班。终于等到红斑马，但是我之前也拍了很多。然后这边是3071B次，那个不知道回送哪里的 ENU565，是辆一编组的优化彩绘区间快车，屏东优化彩绘。来大家看一下，我看到哈，168彰化，就用屏东线，就是西部干线，然后开往彰化的南 B 解忧的红斑马这条哈，上车。我刚下面干嘛找门都丢不到这个。我们斑马自强要先开哦。168我来了。9车22。我刚下面干嘛找门都丢不到这个。然后自己就拿拜拜。这个安的叫。我们斑马。自强号。刚刚开启车门，22号，把这辆马把鞋给我。